丁宁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发型啊。陈斌指导，陈斌教练每次出征的时候呢都是非常非常的自信。好，我们中国队的新式的服装，看看大家啊能不能在这张全家福当中能够认出我们这张全家福当中所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我们可以一起比一比啊，希望这个时候能够在我们的镜头里看到大家的弹幕啊。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录一个，我在中国队，我为国乒加油。我们正在发起一个我为国乒加油的活动，我觉得全老师可以配合一下。今天呢来到我们运动员公寓的媒体老师们非常多，足以说明呢我们的国家对于乒乓球的重视。太长了，龙队呢还是站在身后啊。其实站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点紧张哈，刚才问首次出征王曼玉的时候，哎，也是非常紧张。刘诗雯是最后时刻到达我们全家福的队伍当中，她和陈梦呢站在了一排的最中间。在这次的世乒赛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体育呢将会全程为大家带来世乒赛比赛的转播。一份期待就此诞生。看看这个时候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啊，中国女队还要照一个，中国女队还要照一个啊。宁队宁队这边是不是我们能跟上，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上他啊。